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，像大人那样安静着，活得高亢低落，高亢低落，有个山楼在心中荡漾。或许世界让着我满意了，对在意的是什么无情了，不愿的过结果可不可有，不是命运就是我最深爱的遇见啊。来吧，再重来一次，我都会没有明天般挥霍着找到你。时间好呀，我是亮亮。今天上盆的这几颗肉肉都是冬天我在屋里用水给它发根的，每个肉肉的根几乎发的都很不错。在北方的冬天，肉肉不论是在屋里还是屋外，生长和发根似乎都有些难，所以我索性使用了一种懒人的办法，把它一个个放在水盆上，一方面发根，一方面让它慢慢养着，一直到了春天再给它盛盆，这也是一种办法吧。这几个单头中间有香槟、泡芙，还有昂斯诺。前几天买回的那几个方盆非常的管用，中单头不论大小还是形状都非常的合适，摆放也很整齐。这个小群生的黑水晶玫瑰，我给试验了好几个盆，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最朴实的。下一步就希望它快快覆盆吧，因为它发的根很短，我几乎是平铺着放在土面上的。种完肉肉，此时天边的夕阳正好，一缕阳光直射过来，照在一盆柠檬玫瑰上，柠檬玫瑰此时此刻在闪闪发亮。这盆柠檬玫瑰上盆的时候叶子很大，经过一个冬天的控水，现在每个头都变得很小，比起当初大大疯长的叶片，此时一个个小小的头反而显得更加的精致。这个傍晚，它就是我肉肉园中那么最亮的风景。好了，今天就看到这儿吧，大家再见了。